王惠美当选县长以来，到目前为止三个多月，100天的时间，那民进党团身为一个监督的在野党团，王惠美一直用所谓的财政不佳，当然我们知道彰化县政府财政不佳是有目共睹的事情，而且柯文哲还很故意的讲说我们烂得破散，那当然财政不佳是每个当县长所必须面临到的问题，那如何开源与节流，这是担任县长要表现给大家看的一个重点。但是这100天以来，如果王惠美觉得卫民股做得不好，觉得民进党政府做得不好，那在前瞻相关的补助计划，是不是你要全部退回呢？那你如果要继续做，整个国发会核定下来的前瞻计划有它的进度在。它的施工进度在目前所有的前瞻计划，在彰化县都是落后进度的。王馆长吼，上任百日来，我想咱王馆长的种种的作为吼，我想是令咱的所有国民吼失望甲痛心的。尤其吼前朝吼争取真济真济建设甲经费，我想建设吼对地方有益的一定要延续，对国民有利的嘛爱延续。我想足侪足侪代志吼，我想为交通教育搁足侪方面吼我想咱的馆长吼即个作为吼已经引起真大的民怨。